哎呀妈呀！哟，这个坏人来了！为什么自带音效？你们好吗，朋友们？欢迎欢迎欢迎！你是来干活还是来捣乱的？好久不见，你出场好干哦！你笑着走进来，这一段全垮掉。开始你的 diss， 来来呀、啊，你们要要要哟，这就很垮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来，哎，你看军哥连转都不转过来，挑衅。来啊，我们来。今天来，我们来到你们的旅社，就是希望挑战。快接上去。我们现在放的这个歌来自于一个巨星的作品，《傻瓜》。傻瓜，傻瓜。哇塞，多捧场！唱这歌，好久没做综艺节目，好久没做综艺节目。来，王源，该你了，来。耶！快来挑战！你能放一个挑战点的那个？他的作品《傻瓜傻瓜》没有没有，这是我刚出道，好十几年前的歌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我们因为我来了，带了一个礼物。啥礼物啊？我装了一个篮球架。现在我们两个兄弟在那边装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呢，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运动会？我们有很多项目，有篮球，有毽球，有羽毛球。这可以吗？就是大家，我觉得可以，大家一块儿下午啊，想一个这个就是喜欢的运动啊，咱们做成一个接力。场地有限，你们打篮球，我们先当啦啦队。然后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组，比如说有羽毛球 A 栋和 B 栋，然后你们出一个人踢毽，我们出一个人踢毽，一点点的 PK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最后算总积分。哎，赌注到底是什么呀？一顿饭，一顿饭吧。就是你们要输了，就负责我们那所有的人一顿饭，就晚饭。一顿饭啊，那不行，太多人了。那就搏一下，那就要赢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才会变得特别刺激和紧张。我可以请你们中午吃饺子。我中午是这样的，我中午可能会做个东西，咱们俩搏一下。中午您做吗？我不做。雅丽。是厨师长，对不对？哎，把你那个餐厅啊，就尬上了。哎呦，对，中午，哎，中午咱们先，对吧？互相交流一下美食，好不好？美食叫你们做饺子，对不对？我做福州的小吃叫肉燕。啊？我们是饺子。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，到底用什么？煮饺子。我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？这样，观众看起来会很晕的。随便你们过来开运动会，我们随时能够对你奉陪。不管你打篮球还是要跳杆，最后跳到游泳池。有意思，我觉得没意思啊！人家拍出来都是运动员，而且有备而来的。不会，你干嘛？我们那这么多兄弟呢，九个。他没有九个军人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特种兵，九个军人。陈赫一脸蒙圈。九个？我们有九个空降兵。我们有专业的啦啦队，对不对？是。在这个方面，我觉得你们女孩子都输给我们。我们来了一队啦啦队。我们来了五个人，他们是专门跳啦啦操的。我们叫哆来咪啦啦队，哆来咪。那我们就